咱们现在呢，在第一次的开拓呢，就是那个文字跟他们说，你好吗？妈的，你好吗？每个字现在转换一下，就断定看一说到底在文学学的，这就是他们的那个基本去看一说，语种也非常明显的，年轻人都是怎么的这样去不连贯性的，就是不影响的。